娱乐频道综合报道，火爆老爸陈小春和暖男儿子小小春 Jasper 在亲子节目《爸爸去哪儿》第5季互动吸睛，一举一动随时冲上社群网站热搜榜，继收割天王粉丝五月天阿信后，又一个迷弟林宥嘉沦陷，对 Jasper 喊话：“交个朋友吧，林宥嘉。”又最近迷上 Jasper 合成图，翻摄自微博，林宥嘉脸书。林宥嘉透露，最近迷上 Jasper 这位小哥哥，个性好，又可爱又贴心。上网一查，发现竟和他同一天生日，想交个朋友，但他是2013年出生的，会有 email 可以跟我交换吗？调出 Jasper 妈妈因彩儿回应，我有 email 有望牵线儿子 Jasper 和林宥嘉见一面。还有粉丝打趣称，林宥嘉在超级星光大道翻唱过陈小春我爱的人，不如邀请爸爸当演唱会嘉宾重现经典，就可以和 Jasper 见面啦。 Jasper 左童言童语逼哭陈小春，截取自芒果 TV。最新一集《爸爸去哪儿》Jasper 童言童语不想陈小春变老，击溃陈小春泪腺，父子情超感人。不过 Jasper 和小朋友恩哼相处的时候，又展现古灵精怪的一面，听到恩哼说自己的英文名字是 Daniel， 竟贼笑逼竟吐槽 No you're in loySH name is a ha， 模样神父至陈小春。不少粉丝感叹，因为 Jasper 又哭又笑，被他承包了所有泪点和笑点。 Jasper 戴帽者贼笑补刀恩哼，截取自芒果 TV。 因彩儿回复林宥嘉交友邀请，翻摄自微博，阿信对 Jasper 金句很熟悉，翻摄自微博。